唔一定有血缘关系先叫家人，好似刘华华仔咁，佢就视 fans 为家人，佢不时出手保护 fans， 所以佢喺 fans 心目中就系一个超人。超人又好，偶像又好，华仔对任何人都好，包括粉丝。普通粉丝就只可以间中同华仔近距离接触，但铁粉呢就可以登堂入室，就好似跟咗华仔咁多年嘅铁粉 Maggie 咁，今日已经成为华仔身边嘅大红人，仲帮手管理华仔嘅歌迷会。咁都唔止啊 ，Maggie 仲可以坐华仔车同朱礼善亲戚一齐去街，之后仲可以齐齐翻华仔屋企。向来重视私隐嘅华仔可以咁信佢，佢肯定系铁粉中嘅铁粉。